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快乐。这节吼是要讲咱台湾的历史啦。啊，台湾的历史吼，一点钟故事讲不完啦吼。啊，我过去有写过这个台湾历史的书哦，拢总五本。哦，啊，佮加一本圣经佮台湾，哦，六本啦吼，啊，但是字定啦吼，袂佮空去啦吼，所以，但是我有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吼，抄去，你倒去厝内看吼，免钱，内底有100万字，拢咧写台湾历史。为1624年的荷兰时代，写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煞，吼，大约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今仔日是在讲日本时代，这日本时代吼，啊，那叫做伟大的台湾人，台湾人有伟大无？吼，啊，多一点伟大，吼，啊，主来对聊聊下。日本人来台湾，想讲两三下就让你清洁溜溜，啊，结果无法度清洁溜溜吼，咱继续在抵抗，哦，但是呢，头前吼，这个登山人吼，就看到日本兵来就走，头一个走的就是这个。带这个奥队吼，在修海防的这个清军哦，啊，要不日本人要不搞哦，伊就先选啊，啊选来台北市哦，官兵变强盗了，哦，做官兵哦，啊变成强盗来抢钱啦，啊抢到政府去啦吼，哦，啊佫耍了唐景崧吼。就是台湾头一任的民主国的总统哦，全迄落逃跑，哦，做总统做较无15天，哦，啊就走啊。啊，拍到台南去，日本兵拍到台南去哦，一个黑旗军的迄个首领叫做唐，叫做刘。老英吼，专阿伯浪杠，啊，那叫做阿伯浪杠呢吼，伊暗时吼化妆做阿伯啊，穿阿伯衫，啊为安平港走，啊过港口的时阵哦，滚来浪一下，所以叫做阿伯浪杠。啊，中国人。这个登山人安尼吼，啊，台湾人咧，台湾人就甲日本人拼，哦，我德国斗菜刀啊，就甲你拼，吼、哦。所以即卖咱咧必须就讲，你国旗吼，美国旗摕去吼，袂使用我德国斗，吼、哦。咱都用我德国斗菜刀啊，就甲日本人下吼、哦，啊下这個，伊个日本的这个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。该用个镰刀，啊，该一夹白马嘛，啊，伫台南哦，啊，该搞落去，啊，伤着动脉，哦，啊，这个日本将军哦，全死在台南啦，啊，日本人发表言论，就是讲啊，伊着马拉利亚死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其实是予台湾人害死的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即马继续讲。就是讲，为什么来个台湾吼、哦，要拍这个在台湾呢？那日本兵拄到遐尼多的困难，哦，啊，因就去研究，哦，啊，即马研究这后藤新平，哦，这一个真出名的官员哦，伊这里有做过来的动作哦，后藤新平、后藤新平吼，伊做啥物呢？
伊有一个，伊是医生啦吼。伊讲哦，要禁鸦片吼，但人无可以卖食鸦片吼，叫做渐进论，就是讲哦，即马甲你温准，吼，你有两万人来登记，登记的人拢会使食鸦片，往个官定的介绍卖你。即马恁两万人，食食落死，人会死嘛吼、哦？啊，死一个算一个，啊，就到到尾就都无话的嘛。吼、哦，这是渐进论啊。但是尾就执行的时阵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鸦片阁开放，啊，因都有通报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是以后会碰到的代志。啊，咱今仔日要讲什么？要讲孔子。孔子在台湾也发生。代志啦，吼！即后藤新平哦，只有写后藤新平哦，要了解台湾人，完成了台湾旧惯调查的报告，台湾旧的习惯，吼、哦！啊，指出清国奴的弱点，就是惊死爱钱，佮爱面子，爱钱惊死爱面子。这是讲在台湾的强国咯，清国奴啦吼，哦，就是长沙人吼，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吼。啊，其实吼，台湾的土匪，伊是讲台湾人，台湾这叫做土匪啦吼，就是咱的骑兵军咯，唔是唔惊死啦吼。好，所以惊死爱钱爱面子是针对着这个。长沙人讲来，吼、哦，自身改善啦，吼、哦，这是爱知影，这咱啊，但是即句话吼、哦，变作伫骂台湾人吼、哦，讲爱钱惊死，个爱面子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是伫讲长沙人啦，吼、哦，你爱知影，所以有人引用唔对吼、哦，你爱家纠正，哎、啊，长沙人吼，安、哦、就对啊啦。这孔子啊，孔子那跟咱有关系吼，了了是吼，因为爱钱惊死，爱利用这款，这是人的弱点，爱用这弱点弱点吼，哦出发，把爱钱惊死的这挂人哦来利用，用个这群人哦去。对这个不惊死的台湾人吼、哦、来游说，吼、哦，这是后藤新平想出来的方法的吼、哦，啊，讲七中国人哦推崇儒教了吼、哦，啊，儒教的意思哦就是束缚个人的自由意念，进而干服在。帝王的独裁专制，啊，君臣而言，哈，君是天，臣是地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臣不死者不忠了，哈，叫臣民做到叶飞式的狱中，啊，翁阿婆讲起来，翁是天，婆是地，男人有七宝之身，女人有五肉之体。所以大伯人也在娶三妻四妾，啊，迄阵无小三啦吼，小三拢合格啦。女人要从一而终啦吼，啊，女人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就是支那人的三从，啊，三从四德的哦，三从都是安尼。啊，孔子学说是做孝为。出发点啦，吼，啊，但咪要为做官以前，但咪厝内时，皇帝老爸老母吼为之孝啦，啊，以后去朝廷当官吼，嘛封这个国君哦，嘛是一种孝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孝也包含范围真大，吼，咪是去孝啦，吼。
这个伊这个后藤新兵去研究这个，知影儒教哦有助政权的巩固。这日本人来台湾，你去学台湾人来这么困难，哦，台湾人呐，怎啊讲哦？我有一个比例啦，哦，台湾人哦，和日本人用六个月得行到台南。啊，那怎啊讲？伊六个月到台南，啊，其实在1931年，这个，日本军去占中国东北的时候，敢若开三个月，都占平台湾大32倍，人口加20-30倍的所在。啊，那住喺中国的东北是台湾人的时候，吼，这个日本军吼不无增加兵马吼，哦，爱拍288年才拍起来。啊，你看卖，按台湾人是不是真伟大？哦，所以咱家己爱对家己爱有信心，台湾人真伟大啦，吼，哦，这这个资料就是为辜显荣传奇来对吼，哦，抄来的。后藤新平哦，日本人在1896年当时吼，哦，诶，总督府想要铲除台湾的古文化，吼，哦，夷平了在1882年，迄阵起的一个孔庙，孔子庙，这孔子庙对即卖北一路甲台北地方欢迎一带了，都挖总督府遐吼，遐，哦，有一间7000平的。诶，这个孔庙了，吼，哦，啊，该拆除了，啊，拆除即马，没就就这头一任的总督就拆除，啊，即马第三任的、第四任的来，哎，才讲这拆除孔庙唔对，应该利用孔子来压制台湾人，啊，伊在么后边啊，叫孔子做头前嘛，吼，哦，吼，哦，安尼来管理台湾哦，哦，所以吼，哦，无去用着即个统治汉民族的至尊法宝，哦，孔子毋是歹人呢，但是孔子去予歹人利用，歹人是啥人？国君拢歹人，哦，国君要予伊统治哦，要统治一个国家吼，哦，要安怎统治？予伊个囝，予伊个孙。可以干那孙拢做皇帝，啊，这有什么理论？就是用孔子这个理论。哦，孔子的理论不是讲歹，伊笑讲笑，但是去有派人利用。哦，汉武帝都是来迎接。哦，挫败家独尊儒术。哦，啊，那你来利用这孔子的哦，较好管。我研究。欧洲历史，人欧洲东罗马帝国一个朝代2000年啦，啊，中共3000年的历史，25朝代啦，要安怎比？人一个朝代2000年啦，啊，到底了底有区别无？有。在中共哦，三岁已经能做皇帝，啊，在这个东罗马帝国。爱成年男子才能才能做国王的做皇帝，啊，成年男子自然跟平三岁较厚真多嘛，吼，啊，你对三岁囡仔来敬重，吼，是你对三岁的敬重，还是你对伊阿姑啊、阿姨在遐的通风献阵，吼，所以呢，这里在乐意啦，吼。中国人袂晓想即挂，哦，啊，西洋人就即个部分平衡较进步，但是哦，即个庙去个摧毁了，即马佫电器哦，即个面水挂袂掉，所以讲啊，不然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哦，甲孔子佮恢复起来哦，要安怎恢复？哦，伊就创一个长老会。
长老会哦，八十个以上的人哦出席，拢总有293个人来。啊来，每人送是一对，哦，啊百岁的人哦送一个旧账一支啦，吼，哦，啊这对旧账。所以即摆恁若有即支吼，恁厝的若有即支吼，即个是古董，这真价值。好，哦，就这样，哦，这是你一百岁的人才有办法，哦，拿到这支，哦，啊，成立诗社，诗社啦，哦，作诗的社，哦，这是在鹿港翕的，哦，啊，这张相片，哦，因为这个人，哦，叫做郭正英啦，郭正英，哦，还是温泽公啦，哦，啊，当时也诗人啦，吼，哦，1926年吼，哦，在翕的吼，哦，诗社吼，哦，啊，就是台湾迄阵成立这个汉文的诗社吼，哦，比中国较侪，啊。做洋文会啦，吼，就是讲，让你用作诗啦，对这个李煜汉读之人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佫会摕到这个张生啦，哦，生张吼，就是讲，让你捌字吼，像咱即摆在挂即款啦，意思啦，同款啦，吼，哦，关多林家，吼，所以这主要是讲，迄阵的迄个声张是这个啦，哦，因为这个人哦，有捐钱吼，啊，来救济吼，啊，所以台湾总督府授予声张啦，吼，所以就这主要是为这个啦，吼。啊，迄阵的诗社吼，180多个啦吼，出名的吏社，吏社吼，吏社有一寡出名的人伫个内底吼，就像讲连前的阿公吼，连横吼，吼都伫吏社啦，啊，就去有吏社踢出来，吼，啊，奈何踢出来，因为因阿公吼收着吼。300块文，啊，专写一篇文章，讲鸦片有议论，哦，伊讲哦，唔多，日本人在台湾在卖鸦片的吼，哦，啊，愈卖愈多的吼，啊，到要开放哦，本来是20000名吼，啊，要就要佫开放20000名吼，哦，一年拢要开放。啊，就结果这个咱的台湾民族英雄吼，蒋渭水，蒋渭水吼，蒋渭水吼是拍电报去瑞士日内瓦，甲国际联盟讲，台湾政府伫卖鸦片，啊，所以那边派一群人来，啊，派一群人来要安怎？日本政府要安怎？好，啊，就叫联横吼。就是去连接阿公吼，你来写一篇文章，爱写这篇文章写呢。伊讲咱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，除了咱勤俭打拼以外，咱也阁有食到福寿果。福寿果就是鸦片啦，哦，所以因为有食到福寿果安尼，啊，所以讲这是恁台湾人家己要爱食的吼，不是阮日本政府叫恁食的吼。啊，所以啊，连前因阿公安尼讲即挂话了，即吝啬的人吼，讲啊，那即款人，啊，所以无人要插伊，啊，全偏啊，猛就走去中国的迄个陕西吼，窑洞内底新帅连战官，哦，啊，毋知，中国人的意思是好铁不打钉啊，吼，好男不当兵啊，吼，啊，结果迄，那个。
联合的囝吼，连进洞吼，去当兵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是不是好难呢、啊？这绿色的迄个照片啦、啊、吼，你看迄阵西装啊穿啊安尼，遮精髓吼。这个买酒吼，买酒过几啊年了后吼，1925年哦。过头都30年过了，转哦，日本人国起一个孔庙，孔庙就即卖孔庙，第一只大龙凤，哦，啊，郭元龄提钱出来，哦，去这大龙凤哦，5200坪，哦，这起一个庙，啊，这个是。郭先生，哈、哦，先生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是林阿东，林阿东就是林建的阿公，哈、哦，叫做林恒的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孔庙，哦，啊，即马该看美化，该去彩色的是安尼，赶快安尼，哈、哦，这第一个咱大龙峰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。咱头前有讲到，这个北部吼、哦、是反抗日本的军队，就是这个在这个淡水这边吼、哦，哦，甘台西，哦，啊，那即摆来个中部吼、哦，拄着瓜地虎，哦，伊这铁国山，哦，伊就利用这个。这个招呼、哦啊、发表较宽大的匪徒刑法令，哦，该唯一死罪吼，不该并罪讲，你若自首吼，会使予你免死啦吼，啊，但是啊，佫予你钱哦，吼，予你钱去你佮做路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咱这个路吼，宜兰吼。咱要去宜兰那条路，高湾18弯吼，为新店去宜兰，宜兰吼，就是这款的情形下，吼、哦，包钱啊，和这个台湾人啊退做路，吼、哦，啊个无反抗，啊路做好了，你山区吼，伊会大炮就入去啊，啊伊大炮入去吼，你都无法度反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。这个后藤新兵的、哦、啊，这个是儿玉元太郎，哦，这个是中毒了哦，啊，儿玉未休，大部分的时间哦去中国东北，就去拍日俄战争，1905年的日俄战争哦，伊去遐受战，啊，所以大部分的台湾的代志拢是。后藤新兵哦来处理，哦，啊，所以台中的大扫荡，哈、哦，11月12日开始到个23，哈、哦，12天中间，台死228人，掠300多人，摕到枪支52支，哈、哦。杜秋平这个林雄真这个人是啥人？这就是板桥林家。咱板桥有林家花园嘛？啊，你去佚佗吼，哦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这就是板桥林家的吼、哦。啊，顾显荣，哈、哦，板桥林家是。做台湾民主国的迄个国会议长，哦，啊，做国会议长，啊，战争日本军一来哦，第二天伊就落跑啊，啊，去个
去到迄个厦门吼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去到即挂人吼、哦，即个在台湾做大官，啊，去到中国，去到中国吼、哦，发现着，哎、欸，那变奇怪，拢变做台胞咧，变做台胞咧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甲因囝甲送倒转来，哦，送倒转来的人吼、哦。其中有一个人真出名，就是这个吴芳的林家林献堂。林献堂回来的时候十四岁，所以这个吼、哦，当面真是好好徛起，啊去到中国，哎，迄落后的所在吼，搁歹，因为咱台湾内好徛起呢，咱台湾钱用卡目。啊，那台湾是用卡吧？因为咱台湾有特产，吼、哦，咱有台湾三宝，吼、哦，三宝都是啥物？都三宝咧，樟脑，吼、哦，茶叶甘蔗，吼、哦，啊糖啦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是咧，淡水港吼、哦、是唯一全中国唯一的出草港，咧中国吼、哦。因为拢咧食鸦片咧，啊进口鸦片哦，啊都无出口少，啊进口会多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港口拢迄啰负成长啦吼、哦，啊干那台湾迄个淡水港吼、哦、正成长，伊也阁是出超哦，所以淡水港吼、哦，咱叫伊正港诶，啊那叫正港。因为还有副港，副港是哪一港？副港就是鸡笼港。因为你知道这个港口哦，港口税金要人提去，拢外国人提去嘛。这个清朝跟人烧钱啊，无一张建业嘛，啊，逐张建书来尔，赔赢。100万两、200万两，啊！你哪有遐侪钱？啊，就是讲，啊，无这个海关给你，税收给你收，啊，迄、那个海关也给你收，吼、哦。所以你注意看哦，淡水有咱有迄个英国的领事馆吼、哦，迄个专门在收钱。啊，第一高阳吼、哦，基丁啦吼，好、哦、嘛、哦、有一个英国的领事馆，吼、哦，对在收钱的。啊，即摆来围攻你个铁国山，铁国山就刮铁雨，哦，刮铁雨，哦，所以哦，要引诱刮铁雨归顺，哦，啊，刮铁雨就讲，你若付啊，我十个条件，我就跟你谈判。啊，第一个条件，设立自民局。由台湾人主持，啊，用一个日本人监理，啊，一切刑事诉讼都要审理，就是讲，你迄啰欢迎我无咧，甲你知道吼、哦，我干来爱当民治局，所以这法院的代志哦，提来，啊，铁国山归还瓜地好，吼、哦，瓜地啦，啊，但是大家拢叫伊瓜地好。啊！无允准日本人设守备队，你日本人的驻军哦，袂使来。哦，这是即马去翕的哦，写铁国山啦吼。哦，啊，这是当时的这个铁国山大平顶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古坑。哦，咱即马来去古坑乡吼，哦，拢会看到这铁国山。哦，这就是在过去翕的。过去即马出身咖啡嘛，嗯，啊、哦，同意吼、哦，爱日本政府同意吼、哦，即台湾人吼、哦，保护军队，伊要保护人民。啊，你若日本官员有要代志要交涉，用个文书。无，你们的见面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
啊，同意瓜体收税金九亿税，就是10%啦，吼。哦，啊，瓜体的军队志在保国，日本军袂使来加钱啦，吼。所以这个伊这是要求，就是讲，我这婚姻关内底，我要主持啊，啊你在边啊看就对啦，啊，甲日本的管理拢该提醒煞，这个就是讲，瓜地王徛喺胜利者的立场，对日本提出的谈判条件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咱台湾吼也有四大主流啦吼，反共军有伫云林一带，温水溪的黄国镇，十八重溪洪山的洪山地区的林小鸟这个少猫吼，啊小鸟啊，咱那个小鸟。唔知安怎写个对啦，就是写两个啦吼。林少猫啊个林，啊，日本政府哦，用个怀柔利诱的政策来，吼。啊，这个时阵哦。后藤新平哦，伊了解，伊讲顶回哦，瓜地提出迄个十个条件，咱会用哦，该接受。咱哦，那伊那顺咱就好。条件哦，咱答应的条件，有如哦美丽的花朵。你答应伊即个代志哦，有如美丽的花朵，啊，伊花朵会谢掉嘛？啊，谢掉就准拄好，就无咧该知道。伊都是要骗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啊，告别就把这个十个条件都抛弃掉，吼，这是后藤新平的方法，啊，所以武力的扫荡跟美丽谎言下面，吼，啊，出山来导航的愈来愈水，吼，所以瓜地后，吼，在1899年，你知。日本軍是1895年之外的吼，啊，1899年已经过幾年了吼，哦，接受伊提的歸順條件吼，即馬即條件放較輕鬆吼，放較鬆淡薄，自衛跟維持治安允許四大頭目有30，每一個頭目攏下骹有30个部屬，啊。总督府每个月吼爱发四大头目30元，部下120元，啊，每一个人10元。哎，当时10元基本差不多，基本差不多3万左右。你10元就用一个月的生活嘛？啊，所以你知影，连阿东摕着300元，差不多摕着300万呢。哦，啊，这个瓜地吼，因保有一定的武装力量，哦，有枪支六百支，子弹30000发。啊，这就是迄个时阵哦，日本政府也无法度一声都甲你灭去吼。啊，最后上重要的理由是弹尽援绝啦。盐哦，日本人真厉害，甲盐嘛控制。咱人哦，
会使啥物拢无食，就是袂使无食盐。啊，即个盐甲你控制盐哦，你即马注意哦，有一寡干妈店哦，顶头有盐，有一个招牌就讲，伊迄阵会使卖盐，有直接卖盐。啊，迄、那个，你知迄个咱个原住民，咱个即、這个高山族个人吼、哦，伫反抗日本，伫玻璃遐反抗吼、哦，到尾就啊投降，尾就有一寡自杀，就是讲无盐通食。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电影无个，甲即个盐个重要性讲出来。吼、哦，瓜地归顺了日军哦。九国共年二月破病死去了吼，啊，这间盐馆哦，在民生西路吼、哦，在一水门吼迄搭吼，这间也有滴个，因为这间老家是在做迄落幼稚园呐，因为这间这我去翕个相片啦，因为这个间也够滴个。这个瓜地死了后，就是这个为由干水修吼继任，吼、哦、啊日本军吼、哦，在1900年五月组织部队吼、哦，突然袭击突袭，吼、哦、突袭，但是未得预期的结果了吼、哦，不赢了。啊，碱水兽是这个这款的长相吼、哦，互你知影讲，咱当时的人吼、哦，1902年在日军招安的骗局中被杀害的云林农民抗日首领碱水兽。哦，啊，你即马国台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国起来，国甲你反抗，哦，啊，就真侪反抗啦吼。哦啊，1901年哦，这80名的移民军哦，啊，伫个在台中啦吼，斗南哦，等等哦，甲攻击日本军警哦，啊，攻击台东归到台中哦，啊，攻击日本人的妓女院哦，焚烧日本人的妓女院。哦，啊，你去攻。攻击日本人的时候，当地的这个台湾人啊，会心酸啊，落去拍，吼、哦，啊，定来吼去袭击吼日军啦，吼、哦，四个盐水港的日本舰都有两名吼，和、哦、移民军做台戏吼，啊，加死一个，加死一个吼、哦，日本人真头壳疼。啊，像我食讲食台式七个警察，吼、哦，啊台式警察无得紧哦，你台式警察了后，甲派出所内底的武器甲抢出来，吼、哦，但是瓜地吼，因拢爱滴大炮，恁拢伊拢摕袂着大炮，吼、哦。1901年，嘛是同款，拢伫真侪所在吼。在剪啦吼，这是哦，啊，十月的大八年，大八年是多位呢？玉姐啦，哦，玉姐，即卖名叫做玉姐，啊，以前的古名叫大八年啦，啊、哦，怕是三名分军啦吼，哦，啊，也够真多，在即、這个甲日本在下啦。啊，在个李沙击毙支署长、邮政局局长啊，吼，烧毁日人房屋了，吼，哦，啊，日本人诶反击就是讲，我吼，我即摆咧掠你即个砖头，所有诶达波，吼、哦，为七岁到60岁达波吼集合一处，啊，你砖长证明伊无来杀日本人，啊，就甲你放过，啊，若无诶时阵，就甲你拍死。逮捕哦，好、
所以这真恐怖。啊，日本人嘛不爱点点咧，你一只点人轰拍，一下点人轰拍，就然后台新两个，一下让台新三个，哦，所以儿育元太郎，哦，设计屠杀归顺者，你归顺的人，我要甲你设计，要甲你屠杀。啊！集体屠杀，啊！都进行说服工作，哦，诈术，哦，诈术，甲抗日义民，哦，诱降，哦，啊，要来集体屠杀咱台湾人，哦，这儿语元太郎，啊，所以伊都。该讲真侪好条件啊，所以有真侪人来归降的吼。啊，归降了后，哦，即嘛吼，1902年5月25日，上午9点，伫斗六林吉堡在德山呐吼，砍头厝、土库、塔里木，在即嘛斗六啊下河口六个所在吼，同时举办。归顺典礼，六个所在哦，同时来举办归顺典礼哦。啊，这回跟以前拢无共款，这回的时阵你袂使早步起入去。以前哦，诶，归顺典礼你早步起入去，早你的旗下入去。啊，即嘛这回袂使哦。啊，修炼哦，甲你就排咧一个所在，啊，其他六个所在吼，哦，这是。归顺典礼的迄个时阵的状况，哦，有照片，啊，照片哦，这因是安怎创哦？恁哦，拢规个拢来，啊来的时阵，内底日本人也伫恁内底，啊到啊典礼结束的时阵，日本人离开，吼、哦，离开这个会场，啊机关枪就出来，就甲你在场的人哦。把你扫死，哦，这归顺典礼哦，所以，只有下讲78名在斗六，63名在林记波，38名在看到处哦，拢总266名，哦，安尼做一工做一困，把你，把你太太死，哦，这有这款代志哦，执行集体屠杀啦。所以伊是埋伏的机关枪队吼，哦，迄阵都已经有机关枪了吼，啊，徛在操场中央的归顺者就这样了，吼，向台死吼。啊，日本人讲这个265名吼，因为有一个人可以选去了吼，哦，迄个就是讲潜水兽吼，对潜水兽吼，因为无信用日本人。为会场较早出去啊，啊，所以伊就无死哦。啊，日本人叫做归顺会场事变，哦。啊，但是这个时阵哦，这个这块料白啊，想讲沾沾自喜，哎、欸，啊，我都立大功啊咧哦。结果呢，日本人无咧该知道，拢恶个吼，通牒罪名该抓去。监狱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做了别啊，啊做了别啊，啊这个主人他无欢喜，哦，这都是有一句话讲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伊讲哦，天顶的鸟啊拢无去啊，哦，啊你还佫爱经个钱要创啥？你爱收起嘛，哦，啊狡兔死，啊都边啊这些山内都也无兔兔啊呢哦。啊！你去食狗要怎样？来食狗吧！啊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啦！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即款料白啊，敢有啥物路用？无路用啊！哦，家己摕掠开台啊！全部吼、哦，不经审判，全部立即被割杀。啊，这个叫郭先生哦，去组织保甲壮丁团，哦，
保甲壮丁团有2000人，哦，但是这个保甲壮丁团哦，嘛是台湾人，啊，到我一个重要关键哦，伊都挖台湾，哦，啊，即嘛国较南边，哦，嘉义、黄国鼎、阮正哦，阮正，阮正啦，吼。诶，抗日的情形啦，吼，即咱都安尼，该跳过看就对了。你知影讲，咱台湾人毋是讲一声，你都会话都来克服台湾咯，吼，啊，是黄国正，吼，韩国政哦，在1896年，哈，攻嘉义灭日军，收复清政，哈，就是这个占着台湾，但是台湾也无平定，也无安定，哈，哦，四国拢出来反抗日本人，哈，18重亏了，哈。就话起啦，吼，哦，为1897到1898，吼，啊，这个黄国正家己封做皇帝，哦，以黄国正为皇帝，吼，哦，高个，吼。交给黄国正率领100人，台西日本军的指挥官、千叶少尉以下16名，台西16名，安尼算讲真多哦，啊，日本军大为震惊啦，吼，啊，当时总督府开始受地方设计，吼，啊，真侪人都不满。啊，所以伊10月20日打日本人，10月30日过去打日本人，11月20日过去打日本人，吼，哦。啊，日本军队无法度处理黄国正的代志，就是因为当时台湾这也烽火，遐也烽火，日本军队无法度来个处理，吼，哦。啊，当时咱台湾人组织吼，温水溪地区黄国正啊。啊，高地区林小鸟吼，环那山地区陈发吼，洪山下淡水溪吼，哎嘛是真人，洪山的迄个下淡水溪右岸吼，郑吉生18重亏阮正吼，所以真侪位吼拢伫抗日吼，啊，日本军无法度一声都甲伊克服啦吼，啊，所以。因日本人阁做一个大虐杀，就是讲阿公店，对阿公店就是即卖江山啦吼，吼，哦。洪台是2053人，洪烈是2043人，啊，民家厝去用烧5813间，哦，啊，枪支去枪支哦，哦，叫日本人哦收去枪174支。所以这个事件吼，叫做阿公店大虐杀。所以日本人阁用一个步数，就是讲，你答应即挂抗日分子，袂输即个真水的花朵咧送伊。啊！伊个枯萎啊！你个迄个 promise， 你个迄个承诺，到时拢嘛无算数啦吼。啊，其中吼，黄国正的老爸吼，去用利用去。啊，日本人就任命黄祥的黄国正的老爸做大埔庄的庄长。
每个月给他320块，平均分配给40个部属，就是每人8块啦，吼。18重块啊，同款，吼。就是一堆一堆的人哦，啊，就开始给你收编，给你收买，哦，交你钱，哦，啊，答应你有军队，哦，等等的方式。所以这细节我都无个讲，哦，啊，这个黄国正虽然有占到一块便宜，但是伊嘛是国起来抗战。啊，台西，击毙支厅长哦，这个邮便局长，日本医生啊，十外个日本人，哦，啊，日本人抓到台湾人了，锁了脚铐哦，啊，往后一个头壳一个挂起的绑啊。啊！日本人哦，打不赢都往个骗的，哦，所以这个东西是用这个方法哦。这黄国正的遗像了哈，这种哦，要事情哦，那时候都要有照相机啦，啊是黑白的哦，哦啊要事情都。该翕者，所以在咱这个期间哦，真侪条案件发生了吼，到个1902年5月底，哦，嘉义台南方面的移民军哦，无管你是不是投敌哦，差不多全部拢去予日军台死啊！哦，1902年，所以1895年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00、01、02，头尾8年啦。所以咱讲，基本上讲个，咱是7年血战，吼、哦，甲日本人有发生7年的血战，啊，甲迄个8年抗战无共款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日讲个假吼，就是即个咱台湾人无遐尼个调低，无遐尼简单吼，和这个日本人来统治，吼，啊，袂，这个台湾人吼，啊后壁，一个咱迄个林小鸟，吼，林小鸟在屏东叫做阿狗，吼，抗日的阵营，啊，这个抗日的代志吼，这个日本。从来都没有想到过，因为那拍甲中国人受战哦，那个中国的迄个官方的军队哦，拍败了，啊，剩的拢正好处理，啊，那知影讲，那台湾人奇怪，所以伊对台湾人真尊敬，甲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，吼、哦，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无共款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日本人一来就发现到这个大事。台湾民族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民族所表现的，就是咱无咧个客气，吼、哦，咱为着家己的迄个利益，吼、哦，啊，台西这个上重要的日本的迄个皇族，吼、哦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吼、哦，台西了，日本人。专甲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起一间庙，叫做台湾神社。地多呢，伫宜山饭店迄个位，即卖宜山饭店。哦，啊，
真拄好，即、這个燕山饭店即间厝哦，即间厝伫二次世界大战尾期吼，1945年哦，有一只飞机吼、哦，是缅甸的迄、那个，要去缅甸哦，载一寡珠宝要去缅甸哦，要去办代志哦，啊都要踮咧松山机场降落吼，啊就直直为即个台湾新乡哦，该弄落去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新乡全烧去，啊，所以台湾新乡以后哦，宋美龄来哦，就踮咧遐起一个燕山大饭店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因为起台湾新乡起来了后吼、哦，所以有一段路吼、哦，就是一座起一座桥吼，叫做以前叫做中山桥啦，啊，日本时代叫做。啊，明治桥啊，对，明治桥啊，明治桥过来吼、哦，对中山北路啊，中山北路哦，迄是世界最准的道路，咱叫做三线路吼、哦。啊是，啥物叫做三线路？有人知无？有人在行，有车在走。我讲啊，三线路是安尼啦，吼，有快车道，有慢车道，有行人道，三线路，啊，中啊，搁爱种树啊，啊，袂输公园嘞，吼，所以咱台湾有一条歌，我也唱吼，我小唱一个，月色照在。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，若未来，思念又一个人，啊。赞叹月面，这三线路吼是约会上好的所在了吼，所以咱们遐约会啊，到这个三线路这条歌，吼啊，今仔日安尼讲到这，安尼做一段落，谢谢，请起立。Get it?